第三式叫调理脾胃需单举。第三式呢，我先做一下第三式的一个完整示范。好，慢慢站起，两手变掌形，掌心朝向自己。好，要求上撑下按。好，上手垂落，掌心向自己，屈蹲抱桩。好，掌心向自己，上撑下按。好，转掌，落手，摁在胯旁。好，这一式从抱桩开始，先起左手，左手逐渐向上，好，变成掌心向自己，好，逐渐站起的时候，上手转到掌心向下，好，下手逐渐下按，好，再向上撑。上手掌心向上，下手掌心向下，形成一个对拉拔长的动作。上手指尖向右，下手指尖向前。啊，这一式主要是调理我们的脾胃，啊，形成这种抻拉，对咱们的脾胃形成一种按摩，啊，对咱们的内脏形成一种按摩作用。啊，落手的时候注意。落手过程当中，逐渐转掌，啊，沉肩坠肘，好，变成掌心都向自己，好，屈蹲抱桩，好，右手掌心向自己逐渐起，好，变掌形，掌心向下，上撑下按，好。这一式，说一下容易出错的地方，啊，一个，上手动，下手不动，啊，所以咱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呢，下手要稍随上升，稍随上升，再下按，啊，不要做成上手动，下手不动，啊，第二个。就是从侧面看，在上撑掌的过程当中，容易做成挺胸，啊，这样造成两个手都在体后了，啊，咱们要求是向上撑，向下按，啊，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。好，下面呢，我再做一次，咱们第三式，调理脾胃需单举。从屈腿抱桩开始，好，左手上翻掌，上撑下按，好，屈蹲，转掌，转掌，落手抱桩，好，右手转掌，上撑下按，好。转到第四式的时候呢，中间有一个转换动作，右手转到掌指尖朝后，好，屈蹲，落手，按在胯旁，掌根按在胯旁，